准备战斗。我已经很久没见到如此神圣强大的力量了。朋友，我也很高兴能见到你。这个很有用。战斗即将开始，十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战斗吧！啊！开战吧！获形体了，选择天赋，确实如此。我同意。终于要动身了。就要出现了，做好准备，我们必须抢先占领祭坛。很好，把绿牙王的爪牙送入坟墓里。我们的时间不多。还不够，祭坛终于出现了。英雄，占领祭坛，动作快！我必须行动。开火，消灭绿鸦王！我会消灭绿鸦王！享受我的力量。
升起吧。失望，准备开火，让绿鸦王尝尝我的力量有多厉害。你很快就会尝到失败的滋味了，不自量力的家伙。妖魔，给我站住。确实如此。我会让秩序重返世间。一刻不深，除恶务尽。蔓延，坚定信念。伸张正义，一人死亡，一个不认。我们的塔会击毁灭牙城，选择天赋。敌人被你杀死了。我们的时间不多。这个战术很高，新的战斗，我们必须严惩这个敌人。开战！占领祭坛的人就能使用了。我说的就是你。伸张正义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绿鸦王无法阻止我攻占这里，连杀！开火！毁灭绿鸦王！双杀！你学会尊重龙后了吗？我会消灭绿鸦王。我们的时间不多，
战吧。刻动身，杀得好，做得漂亮，伸张正义，大屠杀，接受正义的弥撒，圣剑艾德鲁因之前没有你的立足之地，之后那些祭坛就会是我们的了。是在等这一刻，六座塔都是我们的了，准备开火。绿鸦王无法阻止我攻占这里，做得好，漂亮的圣战MVP。